超爱吃的，鸡腿肉一只，沙拉有一大匙，绿咖喱椰汁酱150克，红辣椒丝50克，甜豆仁一把，胡椒九层塔少许。这道菜真的很难吃，这不是我的错。这么难吃的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？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材料跟烹调方式，我一直以来根本就不喜欢吃，为什么我要陪着他吃那么久？这道菜并不难吃啊，只是它不适合你。为什么我都要忘了我根本喜欢吃什么？你还可以有别的选择，我再煮一份别的让你试试看吧。